Ready?全球最大的华人游戏社群网站巴哈姆特已经成立14周年了。这个全球有超过7万名会员的最大华人社群网站，长期以来以服务广大玩家为最高宗旨。所以当巴哈姆特每年战庆活动举办时，玩家们也热情支持，堪称国内游戏界的一大盛会。今年巴哈姆特14周年战庆在台大小巨蛋举行，当然现场也挤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热情玩家。也有各个游戏讨论版设计摊位，让网友们能聚在一起交流心得，看到喜欢游戏的网友们能聚在一起玩游戏讨论心得，这种畅谈游戏的快乐与感动，就是巴哈姆特得以持续成长的最大动力。当然除了各个讨论版摊位活动之外，巴哈姆特站方也在主舞台规划一系列的擂台活动，最精彩的当然是超级快打旋风4的高手擂台赛了，也吸引了来自各路的格斗高手齐聚一堂，比拼谁才是真正的格斗之王。另外每年巴哈姆特战剧也少不了热情玩家的 cosplay 活动啦，虽然最近气候忽冷忽热，但这些 cos 玩家可没在怕的，全心全意的装扮出最抢眼的动漫人物，就是希望能把对动漫游戏的热情表现出来。当然台下玩家也对这些热情 cosplay 给予热情掌声。另外巴哈姆特电玩通也是活动焦点，欢迎玩家现场参加动漫化以及游戏的益智问答，这也是巴哈战庆少不了的活动。不过这个电玩通问题没那么简单，电玩精力不够的还不一定答得出后面刁钻的问题。从电玩通热烈参与情况也看得出活动十分成功。经过一天的热闹活动，巴哈姆特14周年战剧活动也圆满结束。从玩家满足的表情也看得出活动的成功，并一起相约明年相聚，再次庆祝巴哈姆特15岁生日快乐啊！北上Indie表示，他们将代理由开发过《绝对武力 CS》以及《战力时空》系列成名的 Valve 公司所开发的最新科幻射击游戏《传送门2》，并预计2021年4月21日发售。而这款《传送门2》有着颠覆传统射击游戏思维的空间传送功能，玩家操纵造型有点滑稽的机器人举起空间传送枪，在任意的地方打出传送门，然后自由移动或是移动目标物、穿越空间限制等游戏内容。挑战玩家的逻辑能力，成为相当具有创意的射击游戏作品。而这次《传送门2》还找来一些知名明星来参与配音，更让游戏有不一样的风格表现哦。光荣特库摩最受欢迎的《真三国双》系列已经推出10年了，而最新作《真三国双6》也预定2011年3月10日跟玩家见面。而光荣特库摩也表示，这次《真三国双6》不但推出普通版，也会有豪华限定版，《真三国双6 Treasure Box》同步推出，全套包含游戏光碟、10周年纪念数位相框、角色设定画集、8张特制明信片等。内容十分超值，另外游戏还有公布预约特点，会有魏、吴、蜀、晋4种造型的特制原子笔大方送。这次《真三国双6》游戏内容延续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游戏玩法，玩家能化身三国时代的英雄，在千军万马中奋勇杀敌，并导入了全新 3D 引擎开发，不仅支援目前最夯的 3D 立体效果，还强调无接缝的战斗场面，视觉效果大幅提升。这次《真三国双6》也在原本的魏国、蜀国、吴国三大势力之外，新增了最后一统天下的优胜者晋，让司马师、司马昭、司马懿等势力能有独立的发展势力，更丰富了游戏内容。In the forests of Kalamor, a great evil has risen. 靠着开发《上古卷轴》系列以及《一城与三》而声名大噪的美国 Bethesda 公司日前公布一款超硬派的动作 RPG 游戏《猎杀恶魔熔炉》，预计2011年初登场。这款强调拳拳到肉打击感的游戏，营造出灰暗又写实的中古奇幻世界。玩家能选择包含人类、精灵、矮人等种族，靠着手上的武器给予敌人最直接的打击。猎杀恶魔熔炉游戏世界充满压抑的沉重感，灰暗的天空死气沉沉，加上肆虐的妖魔鬼怪，让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玩家扮演的是以暴制暴的佣兵，接受任务要摧毁让世界充满痛苦的恶魔熔炉。玩家能多人组队一起闯关，并发挥不同角色的特殊能力，相辅相成来闯荡层层关卡，适合喜欢硬派动作游戏的玩家来挑战看看哦。
Sony 表示，他们在2005年伴随 PS3 主机同步推出的 FPS 射击游戏《全面抵抗：人类没落之日》，预计2011年将推出最新第三代作品。另外，《全面抵抗》也会改编成真人电影，预计2011年3月上映。而电影剧情会与游戏内容有所差异，希望能带给玩家新鲜感。《全面抵抗》系列是设定在1950年代，地球遭遇外星邪恶势力的全面入侵，这些凶暴的奇美拉外星人大肆破坏，少数幸存的人类为了反抗外星势力而展开全面反抗绝地大反攻。预计推出《全面抵抗3》游戏版将会是系列完结篇，人类势力与外星势力将进行最后殊死战。玩家扮演二代中唯一存活的坎贝里武长，将指导外星人基地进行最后大反扑。至于《全面抵抗》电影版，则会有以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游戏世界，用以补足游戏版剧情不足的地方。自从任天堂在1991年推出的经典名作《马里奥赛车》开创了这类 Q 版派对赛车游戏的始祖，接下来同类型游戏就多到数不完了，包含跑跑卡丁车、带浪大赛车、陆行鸟赛车、小精灵赛车、炸弹超人赛车等，都是同类型的欢乐竞速游戏。这款在 iPhone 手机上推出的史瑞克赛车也是类似玩法，只是玩家操控的是在史瑞克电影中出现的史瑞克、菲欧娜公主、驴子、邪猫等电影主角，在手机上展开欢乐大追逐，并以各种道具阻挠对手，玩法简单，乐趣无穷。加上随时随地用手机玩，还能连线对战，在空闲时玩玩史瑞克赛车消磨时间也不错啊。